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为什么来这里？给大家看一下这间房子。这间房子就是我们农场的 supervisor， 就是负责在管理我们工作的管理者。然后就是今天盛情款待我们来他们家，就是 party barbecue， 就是我们农场已经告一个段落，然后可能我们也要离开这个农场，然后就会办一个。私底下办一个 barbecue 的活动，然后盛情款待我们来参加，然后待会要好好的带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 supervisor 他们家的里里外外，带大家看一下，蛮特别，那所以我们待会见吧。哇！带大家好好参观一下你们家，好不好？How are you, Jerry? Hello to the camera. Hello, camera. Hello to everyone. Yeah, how are you? Good to see you. Wow, 快点你介绍一下家里。来，我们布置的 party 会场。Wow. Welcome here. Yeah. How are you, Matt?Say hello. Say hello. Hello. Hi, Moni. Hi, Moni. Kelly， 你快点带大家认识一下你们家。随便，里面。那从客厅吧。好，我们从客厅。Hello. Go. 带大家看一下。每天晚上，妈妈就会坐在这边，边打瞌睡，边看电视。哇！爷爷就会坐在这边，很认真的看电视。然后嘞？那你会在哪里？我通常在这边玩手机，边看电视，边唱文字。然后，这家真的好棒。这是我房间。好，看一下。哇！这不是传说中那种公主房吗？真是不好意思。这个房子唯一最不优雅的东西就是我本人。是吗？那里面这间是什么？里面是妈妈的裁缝室。哇，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台。哦，这台好复古哦。这是我的行李哦。哦，台湾的标志。Yeah. 妈妈都用这台做什么东西？做很多啊，她会做衣服、做裙子、做。所以妈妈有这个技能就对了。是的。哦，这些玫瑰花都是妈妈画的哦。哇！还有这个，妈妈学过画画，对不对？嗯，她之前是画画。哇，她这个复古箱，超屌的。Hello. 哇，不好意思让你们入镜了。现在是怎样？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对，会在我的。现在是实境秀吗？对，会在我 YouTube 看见你。哎，主人，什么？主人，你还没介绍完，那这个门口真的会坐人吗？主人不见了。哦，不好意思。这个，没事，这个，爷爷跟妈妈会坐在这里吗？我蛮少坐在这边啊，有时候爷爷会坐在这边抽他的雪茄。爷爷抽烟？很少啊，雪茄。雪茄哎。细的不是。哦，那不是对身体不好吗？嗯，他很少抽。给大家看一下。刚进来的 view， 哇，真的美得很夸张。这照片，这花是从我们家院子吧？这照片是妈妈年轻的时候吗？这是妈妈的孙女。那这个，她孙子，这是真的，这妈妈做的。哇！那等一下我们要吃的。好，那你再介绍一下厨房。厨房哦。我觉得厨房的这个景很棒哎。真的吗？很乱哎，我看你刚刚没有。等一下，我往后一点。
真的很美吧？超美。对啊。超级美。有没有？我昨天就跟你说了，真的很像台湾那种主题式咖啡馆。然后你看他们的厕所，连厕所马桶盖都这么有质感，哇，超酷的！这是客房，连客房都这么有感觉。这是厨房，It's the same price. Yes.哇哦！啊，是不是很漂亮？跟大家说拜拜。